哎呀，你在干嘛？真的够了，现在是死了人好吗？死了人好吗？爸爸死了。啊，爸爸。好，来，现在是这样，因为你们两个是第一次来破案，所以呢，我的建议是我们不要扎堆。但是我们在不同的空间有任何的发现，大家共享，好不好？好。好，那你往那儿，我往这儿。行，那我就来。你确定你自己一个人你搜得到东西吗？哎，你确定吗？然朋友的房间在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有一个纸条，是那公主约然朋友12点钟的时候见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邀约，那肯定是他们之间有一段隐情。在然朋友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已经撕毁但是又被他精心裱起来的一个声明，岛主写的说让人鱼公主在成年之后嫁给然朋友，但是被撕毁了。